香港媒体报道，范冰冰今年如同重出江湖。有媒体爆出，她当初和前男友李晨打算用来做婚房的青岛别墅，竟然正被拆除。据了解，被拆除的建筑群正是享誉国内外著名的海边别墅寒碧楼，共计拆除41栋别墅，位置出名，私密性好，附近更加系七星级酒店，其中一套就是范冰冰所购置的独栋别墅。即早在2016年曾一度传言会作为范冰冰在老家的婚房。范冰冰十几日前就晒出过自拍片，所处位置从建筑风格、颜色到周边环境绿化，都同被拆除凯别墅区非常相似，不排除范冰冰当时是回去收拾东西准备搬家。范冰冰李晨昔日婚房被拆，范冰冰青岛别墅范冰冰疑似现身搬家青岛，官方指因为施工回填对礁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，为保护自然生态必须予以拆除复原。而官方在拆除之前对别墅进行评估和洽谈，给予相应拆迁反赔偿。根据现行对外售价情况分析，范冰冰所用的独栋类型别墅至少按两倍价格进行赔偿，甚至有可能会更多。